大家下午好。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要善解人意，要听得懂掌声是什么意思。那一天跟大家谈到啊，我们懂得自爱才能爱人，懂得自重啊才能重人，懂得自知才能知人，懂得自助才能助人，懂得自救开悟了啊。所以老祖宗在大学当中告诉我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我们跟真理跟真道相应呢，就在我们懂得抓住本末先后的智慧。所以刚刚我们一起啊谈的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要爱人首先要自爱啊，要助人首先要自助了。那怎么自爱呢？那就不能随顺自己的坏习气啊，是吧？那叫自爱啊。每天让脾气拉得团团转啊，那叫自残啊，自己伤害自己啊。所以老祖宗呢告诉我们，走在人生呢修学的道路当中呢，要有远大的志向。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经典当中啊，今天下午是什么课啊？我刚刚上来是要唱歌的，怎么又变成讲课了啊？所以一花一世界啊，人在哪里觉悟啊，处处都在告诉我们真理哦。只要我们能用心啊去感悟哦。所以老祖宗呢在经典当中啊，不讲家庭，不讲国家，最常提到的两个字叫天下。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老祖宗的胸怀？胸怀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你看这么远大的目标啊，难怪汤恩比教授说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啊，全世界的问题啊，要用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站的角度都是天下，是一家人。在历代有太多朝代都给我们表演出来了，汉朝、唐朝，所以我们现在走到外国去啊，都是唐人街啊，是吧？那个时候这么多的民族啊跟我们这个民族接触呢，封唐太宗为天可汗啊，那是天下的共主啊，那不是自己拍着胸脯自己称赞的呢，是人家封的哦。而且来吸取我们文化的还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一个国家来跟我们接触啊，中间站了八个人，必须透过这八个人翻译，第一个人给第二个人讲，讲到第九个，再给皇帝用普通话讲出来，就看到影响到这么多的民族都愿意来吸收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啊。而我们马来西亚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伟大，马六甲郑和600年前到了马六甲，而郑和所到之处啊，通通都是利益当地的生活，
把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智慧传递给他们，没有丝毫的要求跟夺取，这都把文化整个透过他们的德行展现出来了。所以印尼你看600年之后还感他的恩德啊，还取一个城市叫做三宝龙啊，都不会忘记郑和当时候的德行啊。所以这个都是啊，从远到近的朝代的圣贤啊，给我们做的榜样。但老祖宗很清楚有远大的目标哦，但是要从眼前第一步踏起。老子告诉我们，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哪里下手呢？所以要平天下呢，古之欲明民得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最后告诉我们，从哪一步开始？格物。格物就是格除坏习性啊。从这里一格物啦，接着就是道法自然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哒哒哒，平天下。哦，那格物最具体的，我们那天跟大家讲的，去掉自己的贪、嗔、痴、慢。哦，我们早上您看吴校长讲到哦，他本来每一个学期完了之后跟同事啊跟同学们开会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得奖100多个冠军，是不是100多个、哦、一直讲一直讲哦。然后他以前的老朋友都说你有点不大一样了，是不是？什么增长了？慢增长。但是心念一转变成感恩哦。哦，那大家看哦，心念一转德行提升啊。早上听吴校长谈了一个半小时啊，我的眼眶都不知道红了多少次啊。你看他那种德行是很至诚啊，至诚如神啊，至诚感通啊。所以从炫耀转成感恩，不止他自己德行上去了哦，他所有的同仁跟学生啊都被他这个德行所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你看他的那个德行吹过去了，他们中林读中啊，每个孩子的腰都变柔软了。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格物修身影响的齐家治国，整个国家受他影响哦，再来平天下。我们台湾东森电视台还要到他们学校去拍耶，再把这个经验传到很多地方去哦。所以经典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就在每一个人的当下啊，至诚呢都能散播每一个善的种子啊。刚刚我们听分享啊，这十来位老师分享啊，其实是所有课程当中最精彩的啊，大家呵呵啊，这个精彩怎么看呢？哪一堂课哈流眼泪流最多，最感动是吧？那每一位上台的校长老师的诚心，我们有没有印在心上？印在心上了，当下的人生已经起化学变化了。
我们感动他们对我们生命的启发，我们珍惜他对我的这个缘分，我要好好成就自己，珍惜与他的这个难得的姻缘。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年来到马来西亚呢，看到六十几岁的老人，七十几岁的老人在做义工，我们进去听课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洗厕所，我们听完课出来吃饭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端菜，笑呵呵的，他欢喜啊，下一代能接受圣贤教育啊，那种无私无我的奉献，我们要把它记在心上，不能辜负了这些老人至诚的付出，把它记在心上呢，变成鞭策我们向前的动力了。好，而这个格物了就自爱了，自己不变习气的奴隶了。好，讲那么多啊，就为了唱一首歌。刚刚我们一位老师也提到啊，爱的真谛，什么是真爱？真谛啊，就在这一首歌当中啊，这是我们圣经啊记载的一个很圆满完善的啊一段教诲。好，就爱的真谛，大家会唱吗？好，那我们一起唱啊。啊，但是呢，这一次唱啊，不是用嘴巴唱而已，好，每一句啊要从啊真心流出来。好，好，那我们预备。啊，歌词哈，好。我这边呢还要做一个动作啊，就每一句话都跟挚爱有关。跟什么有关呢？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有关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最后一句还没唱啊！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呢？因为这一句是不知息，那个爱就是很长，长长久久都不会变啊。哦，不能今天爱了，明天就恨了，那是假的啦，真的不会变的。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啊，跟大家交流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提到说，老师，我想多吃素，少吃肉，可是我若多吃较生人的蔬菜，就很容易
肚痛腹泻，我妈妈说是我的肚子没火气了。啊，请问我还适合乳素吗？好，谢谢。哦，这个中医里面讲啊，每一个食物啊，药材都有属性。啊，所以比方说您比较生冷啊，多吃姜，多吃坚果啊，多吃红枣啊，这些补气的。啊，那个食物比较热性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资料，啊，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啊，好，哎，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彭新博士啊，他是个中医师啊，他可能讲课的时候应该有提到，啊，大家可以去上网啊，看看他的资料，啊，彭新博士。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大陆是致力于整个中医的复兴啊，很有气。志气啊，使命的一位中医师。哎，第二个问题，先生基本上算是肉食动物，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怎么把先生当动物呢？啊，肉食主义者啊。好，对于多吃素这个生活态度啊，是很不屑的。他常说：“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然后又大口大口的吃，啊，我不知啊如何应对，啊，请老师指导，谢谢。这个解决的方法，它不是只有一个，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读十几年书啊，无形当中产生一个惯性啊，叫标准答案。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双管齐下，这个双不是一二的二，是很多角度啊同时可以进行啊，可以多管齐下。不过呢，要感动别人呢，首先要从自己做起。所以我们张校长啊，还有很多位像曾碧师老师，包含我们吴校长，他们都提到很重要的，要影响别人呢，首先自己啊要做好，身边人有多大的改变呢，都跟我们自己提升呢有直接的关系。而第一个呢，先生呢，他觉得对吃素的生活态度很不屑啊，这个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不了解嘛，是不是？一个人假如了解吃肉对身体的不好的影响，他还会再吃吗？还会不会吃？有些人说，吃屎。吃屎好过什么？好过饿死是吧？好，闽南话讲“嚼死唔忙死无食”啦。哦，吃屎了也不要吃不到啦。啊，但是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啊，先生跟你讲这个话，你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要记住一句话，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自己的心动了。什么心动了？嗔恚心动了。为什么动？你怎么不听我的？
其实没有这个我啊，气就气不来了。因为觉得不顺己意啊，所以气就来了。你敢不听我的，为你好呢。哇，这个理由大不大？哎，为你好就可以发生冲突啊，就可以吵个不停啊，那这不是爱的目的了。所以今天假如我们消失了，这个我没有了，你就是你先生。当你先生说我吃屎都不好过饿死，站在他的角度，他现在不了解道理。假如依你了解道理变成他，你听到这句话会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受伤害？有没有？都没反应，因为你们没有感同身受。假如你感同身受的时候，你不只不会跟他生气，你会怜惜他，你会不断的希望自己能找到好的方法让他接受。你会把功夫用在这里，不会在那里气。所以我们看弟子规说的，亲有过见是根，疑无色柔无声，见不入越复见，豪气随踏无怨。哎呦，这个不是对父母，对一切亲人都是哦。而今天我们够了解先生吗？一个嘴巴再硬的人呢，他一定有软的地方。我们了解先生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吗？哎，这个就是你对他越了解，你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能接受。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先生呢，特别喜欢抽烟。他太太呢不敢乱劝他，怕他恼羞成怒就不好了。可是啊，感觉到呢这个先生呢特别爱自己的女儿。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太太呢就不经意的就在那里讲到，哎呀，这两个女儿啊真可爱呀。我们生到这两个女儿真幸福啊。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女儿出嫁的时候啊，我们能牵着她的手啊走向她人生的幸福。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呢，就是女儿结婚那一天啊，我们却已经啊不能陪伴她了，因为身体不好了。就看不到女儿走向幸福了。讲完呢他就去煮饭了。隔天呢他先生不抽烟了。这个刚好触动他先生的心嘛。他最在乎的他就肯努力了。所以多了解他，进而呢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再来呢建立更深的信任。越信任啊，我们劝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越能接受。好。好。第二个问题呢，请问该如何教育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会心理不平衡吗？一定会不平衡的。其实因为孩子爱父母啊，它是一种天性。当刚看到父母争吵，当看到父母分离，然后自己呢又只能跟一个父母走，其实对他的内心呢都是很大的煎熬。我们曾经听一位演艺人员，他回想到呢，他父母啊，在他很小就离婚了。然后他的记忆呢，从两岁左右就开始了。他父母怎么争吵的，怎么冲突的，他都印在心里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孩子不懂。
哦，昨天大家一起看了一个影片呢，叫暖情是吧？你就看到那孩子不是不懂哦，他的心特别敏锐哦。所以如何教育单亲的孩子当然很重要的，我们跟他有缘呢，要多给他一些爱，爱能使人安定，爱能使人向上去进步，因为当他觉得你爱他，他不希望你失望，哎，这种爱的力量就变成他的生命的动力了。而当然一个孩子呢，他接触的包含他的家庭跟学校里面的这些人事物，尤其人呢，比方他的父母就要懂得如何来引导这个孩子接受目前的状况。假如他们的父母都是互相指责，那这个孩子的伤害只会越来越深。所以假如这个家长跟我们有缘分，我们跟他交谈的时候啊，要引导家长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多说感恩的话。前一代的不幸，不要再把这个不幸跟怨传到下一代的心里面去了，因为我们这么跟他讲都是为了他的孩子好，他容易接受。我们不是去批评他，我们是要为他的孩子怎么样做会更对他孩子有利。好，那当然假如您再把呢《弟子规》还有这些很好的讲课的光碟啊给他的父母，或者呢您假如还有空啊，把他带来啊中心上课啊，因为好人要做到底嘛，送佛要送到西天嘛，哦，所以做好事啊，我们既然遇到了，我们岂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尽力去做就对了。帮他造缘，造他深入老祖宗智慧的缘，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了。所以主要的原则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爱护这个孩子，第二个因为小孩啊受家庭影响大，所以也造他的家庭啊能够深入传统智慧的缘分，这样会更好。第三啊，当然哈，这个孩子我们还要深入跟他沟通哈。第一个，他有没有受伤了，以至于他有没有怨恨了？假如有怨恨了，我们要帮他化解，让他去包容这一切。因为怨恨啊，对一个人的内心伤害特别大，会造成他很多人格上的障碍啊，这个都要靠我们啊耐心呢去了解孩子。第三个问题，当孩子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时，作为老师的我们很难从父母的恩德下手教《弟子规》，因为这些孩子是因为感受到父母的离异而被遗弃给祖父母或儿童之家，他们的心中严重缺乏爱。弟子规的父母呼应勿缓完全不能让他们接受，该如何教？这个首先呢，那刚刚这位同道呢有讲到说，我们教父母呼应勿缓啊，他们完全不能让他们接受哦。第一个，
这个完全不能是我们觉得完全不能，还是真的孩子觉得不能？哦，有时候是我们预设立场哦，不要小看孩子的善良哦，因为在唐山论坛里面呢，有一位影星哦，他叫傅聪，他的父母离异哦，从小也是冲突很大，但是呢，因为他姓傅，是大顺的后代，所以他一听完大顺的故事说，哇，大顺的父母这么对他，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还一心一意对父母好，我是他的后代嘞，我应该效法他，所以反而转了跟父母的关系，甚至于他去给婆婆洗脚，整个先生的兄弟姐妹啊都受到他影响。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哦，我们可以教他们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而且今天纵使啊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恩欲报怨欲忘，比方说生产是这么辛苦的事情，那妈妈几乎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生下来，这个恩德要不要念？这个也都是哦，父母辛苦的付出，我们要多去肯定这些付出。至于父母的不对，我们可以劝孩子去包容。为什么？孩子啊，妈妈爸爸那时候没有学《弟子规》啊，你现在有学啦，你要做得更好啊，让你爸爸妈妈相信老祖宗的教诲啊，他们就会去学去深入啊，你们家就会越来越幸福。要把孩子的这种怨恨啊转烦恼为什么？为智慧哦，为菩提哦，转危机为转机，让他变成什么？一种使命感，我要帮我的父母。再来呢，也提醒他孩子父母曾经啊走过的这个弯路啊，也是啊让你汲取教训，你以后为人父母一定要经营个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所以你现在好好学。他就把这一个人生经历转成他一个目标，一个动力。所以其实会不会转呢、也跟我们老师啊，我们自己在看待很多事情，能不能时日日是好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哦。假如我们听了这个孩子家里的情况哦，我们还咬牙切齿说这个父母真是太不应该了哦，那我们听了他们的事情都动气了哦，可能就不好了哦。包容啊在这些时代当中做错事的人啊，因为先人不善不是道德，他们前面的人没有教好，不要再怪任何的人。我们既然懂了，就从我们做起啊，从我们传播起。好，每个老师心中有这个太和之气啊，就能把这个包容跟和气传递给我们的学生跟家长。当然这里也有提到他可能是到儿童之家，而我们教知恩报恩啊，不只是教父母。他假如父母暂时呢他这个怨愤一时扶不掉，我们可以延伸让他感恩，比方儿童之家的这些长辈，儿童之家这些孩子怎么称呼这些工作人员啊？也是爸爸妈妈吗？哦，也是有嘛哈，所以我们更引导您看，你们现在呢在这里的爸爸妈妈，
他们跟你没有血缘的关系，却把你视如己出，他们的精神呢、啊，比亲生的父母更令人佩服。哦，所以也把这个感恩的心啊，从他身边这些对他有恩的人呢、啊，把他启发起来。哦，凡事都有善巧方便。哦，好。下一个问题呢，学生的父母啊，干不正当的工作。父母的行为很不检点，一大堆的坏习惯，我们如何教育孩子孝顺父母？从这些问题啊，我们可以深刻感觉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这个忽略了伦理道德教育啊，这些问题就层出不穷了。不过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当然这个我们要了解啊，闽南话有一句话叫拍得出喝顺。啊，这个不好翻译啊。好，就是他父母不好可能会出一个很好的人。哦，你看大顺他爸爸不好哦，可是他是智孝哦，是吧？哦，这个因缘呢是很难讲的。哦，所以他面对他的父母是这个样子啊，这样的孩子我有遇过，真的很善良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期许这个孩子。哦，你看大顺哦，你看明子谦哦，真正呢、啊。德行可以感动父母，因为父母啊也是人之初性本善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期许，他又真的肯听老师的话依教去奉行啊，人的心都是肉做的啊，慢慢的这个孩子的德行啊可以感化他的父母啊。当然感化这个事情啊绝对不是一触可及，所以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好好的陪伴他，怎么去面对父母这些情况，怎么样柔软的恭敬的啊去孝顺父母。好，所以人生啊要转这些境界啊，首先要相信父母，相信他人真正有本善，然后在做的时候啊，不要急于看到结果。我们往往失望来自于什么？期望快一点，期望高一点，最后就失望了。所以失望怎么来的？不是风动，也因为我们有这个心念动了，才会有后面那个结果。每一个念头都像一颗种子，善的就会结善果，恶的就会结恶果。所以谨慎啊，自己的念头啊都是跟经典相应，都会结善果。刚刚这个问题啊，我再提个建议啊，就是这个老师啊可以多念一些经典啊，祝福这个孩子还有他的家。哦，大家不要小看哦，那个经典啊是很有能量的哦。你们有没有经验哦，一个人在念弟子规，然后你从旁边走过去，然后你觉得那个磁场不一样，没有吗？哦，比方说这个班级很吵，你走过去的磁场跟这个班级全部在念弟子规一不一样？你们的信心呢，好像挺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你们想那么久。哦，能量哦，我们看不到哦，但是它存在哦。哦，有一个孩子哦，有过动症哦。哦，然后啊，
他的父母听了老师的话，在他睡觉的时候啊，都放轮椅轻轻的放啊，在梦中啊，都在让他吸收轮椅的磁场啊。两三个月过后啊，这个孩子的过动症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些很好的力量啊，很好的磁场哦，包含呢也可以啊，让这个孩子多念一些经典来回向给他的父母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下一个问题呢，我有一个中一的孩子，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我一直在自责自己没有把孩子教好，以致孩子行为出问题。孩子喜欢做他喜欢做的事，如爱上网玩网络游戏，对人没礼貌，自己的东西乱七八糟，对学习也漠不关心，懒散，不守规矩。身为母亲的我非常苦恼，用打用骂用好言劝都用过了，不见成效，用打骂的方式更是行不通。被我骂时勉强答应我们的要求，过后又故态复萌，且变得更叛逆。老师，我该怎么做？我该如何引导我的孩子走出困境？孩子向来小学阶段成绩不错，但一上了中学，行为大大转变，屡劝不听，这也导致他们学业成绩欠佳。老师，我期望您给我指点迷津，帮孩子摆脱困境，去除他的恶习。《弟子规》或德行教育如何在家落实？妈妈在教育孩子方面要采取严格的方式，行得通吗？往往我们太顾忌他的感受而妥协了，苦恼的妈妈上。这个问题啊，可能要两个小时来回答。不过啊，我们感觉到呢，面对事情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对了，慢慢这些情况会改善。所以真正要下功夫啊，不是孩子，而是哪里？而是自己的心。比方说刚刚所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啊，来剖析一下。比方我一直自责，这个心对不对？不对啦，心自责就是陷在消极的情绪啦。哎，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陷在消极情绪？什么时候在教育孩子？不是说他听你的话才是你在教育他。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平静不生气，百折不挠，无怨无悔？我们能表现出来，孩子一点一滴受我们这样的德行的感染，自自然然慢慢就会转化了。所以首先我们不要自责，宁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而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是，孩子的行为会变成这个样子是结果，原因在哪里？解决问题，第一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用智慧，要用理智，再来要把原因找出来。看结果只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担忧。从原因上解决了，那些不好的现象慢慢就少了。种下正确的因种子，慢慢好的就会呈现出来了。好，那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我们父母有没有陪伴这个孩子？这些问题啊，都得我们去思考。不是今天哦，哪一位朋友给你一个方法了，就问题解决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哦。这个是可能是三年，可能五年的问题，甚至更久。哪有可能一包药吃下去全好了？有没有可能？可是告诉大家哦，每一个人都想要吃一包药就全好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哦，中医生意好还是西医生意好？万法由心生哦。你看人的心哦，都不负责任哦。明明这个问题自己造成了这么多年哦，他都想要哦一包药就给我解决哦。其实哪有可能，那便自欺欺人了。所以陪伴他够吗？我们只看到他小时候的成绩不错，那他为什么上初中变成这样？请问他是一天之内变成的吗？不是哦。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一个乖的孩子变成这么不好的行为，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为什么体察不到？我自己啊，我母亲是小学老师，等于是啊，从小只要回到家了都会看到妈妈，感觉心很安，回家又有红豆汤可以喝，绿豆汤可以喝。我只要做错什么事哦，不给我妈讲啊，我就睡不着觉，很难过，跟妈妈没有秘密。所以其实啊，当孩子第一次做那一件错事的时候啊，只要妈妈的心在孩子身上，马上可以感觉得到。你孩子第一次跟人家打架，你看不看得出来？看不看得出来？那个孩子马上写上我打架了，我做坏事了。哦，那你妈妈呢，再很温柔的去引导一下，他就全部糟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借由这个机会点去调整他。因为我们的心假如太忙了，而没有关注到孩子的成长跟他的心态行为偏颇等发现的时候啊，都偏离比较久了，你不可能一下把他拉回来的。所以教育啊，这个教字啊，真的把这个教育的最重要的核心啊点出来了。这教的古字啊，左边呢两个叉一个小孩，代表这个孩子啊，看着父母老师长辈画第一个叉，他效法学习的能力最强，他跟着画一个叉，叫上行下效。所以教字有没有嘴巴？这个字有没有嘴巴？没有，所以不是用嘴巴哦。我记得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那个家长啊很生气，说我都给他讲多少次了，这个孩子就是不听。光他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了。他觉得什么是教育啊？讲了多少次了，哇，他连教育的认知都错了，怎么可能会孩子会教好。好，所以这个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就把身教点出来了。
而刚刚我们在念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念到了这个孩子没礼貌，东西乱七八糟，学习漠不关心，懒散，不守规矩，请问我们身教做了吗？我们有陪伴他养成这些好习惯吗？孩子的好习惯呢，是陪出来的，不是要求出来的。我们从小读书啊，妈妈没，爸爸没有来叫我们读啊，都是爸爸妈妈在自己房里面看书啊，从来不看电视啊。所以我们就养成习惯了，反而每一次10点多11点了，都会听到脚步声。我们家3层楼，妈妈来了。我姐姐，我两个姐姐一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就开始学我妈讲话了，睡觉啦，不要读啦。然后就妈妈跟三个孩子就笑成一团。对啊，那这个习惯父母没有说读书养成好习惯不能看电视，我没有听过我父母讲这种话，他就是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了。言教不如啊身教。然后再来呢，这个是一个手啊拿着一只树枝，代表什么呢？耳提面命，不厌其烦的耐性。今天我们对孩子，对我们的学生感觉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反思这两个角度，绝对还有我们不足的地方。要不是身教做得不彻底，要不就是我们的耐心不够了。只要找到不足的，赶紧再下功夫啊，情况会越来越改善。好，那当然呢，其实我们也体恤到啊，这个母亲啊，她也是啊，爱子心切哦。现在的社会啊，诱惑还是比较多，但是它是一个存在的现象啊。我们在那里抱怨指责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学校跟家长要好好配合。再来呢，还有一个重点呢、啊。孔子说到礼人为美，教育当中有身教，还有善巧的机会教育的言教，还有一点呢、啊，叫敬教。整个环境的力量啊，其实是非常大的。比方诸位朋友们啊，诸位同道们啊，大家现在鞠躬啊，习不习惯？习惯哈、哦，现在会变成了不鞠躬很不习惯哦。可是我们还没有这几天大家互相的促进以前呢、啊，在学校举手10度躬啊，习不习惯？为什么？他整个那个环境的氛围啊，无形当中啊，就让人呢、啊、在改变了。比方，我们今天啊，比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佛教的道场去的经验？你走进去之后哦，讲话会不会像那个大嗓门？但是你进去的时候，那里的人有没有跟你讲嘘？有没有？没有啊，那为什么有力量？敬教哦，是吧？我听说啊，那个科学家做实验呢、啊，让人的脑波做实验，结果啊，他们实验，人在看到一个他最崇敬的人的时候啊，那个脑波啊接近得道者的脑波。而他是真的去做实验哦。曾经有一次实验是德雷莎修女得了诺贝尔奖。这个科学家也够天才的哦。他居然能抓住这个机会哦。然后去测啊那个颁奖现场
当德蕾莎修女讲话的时候啊，这么多人在听啊，那个科学家一测说，那个时候啊，人的脑波没有其他的杂念，都是非常崇敬的善念。哦，那诸位朋友，假如你住的社区就有这么无私的人啊，哦，那你那个社区是有仁慈之风气的地方哦，这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哦。所以在台湾有一个社区啊，叫做更新莲院，这个大家呢可以上去查资料。有两个老师在这个社区照顾孩子啊，他是安亲班，但是他跟一般补习班不同，他们两个就无私的来照顾这整个社区的小孩，因为他们体察到呢，有些孩子单亲，一下课了七八点还在巷子口游荡，他们身为老师看得很不忍心，就在这个社区办了这个安亲班，很多家长八点九点才下班呢，孩子都放在他这个安亲班里面，受的都是中华文化的教育，还辅导他们的功课，然后不收学费，家长能支持多少啊，他们就收多少。结果做了13年之后啊，这个社区啊通通被他们感动了。整个社区像一个大家庭，他们还用了一个餐厅。有一个父亲失业了，3-5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结果都是在这个餐厅吃饭。突然有一天呢，这个父亲拿了一包红包，装了他找到新工作的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是因为有这一个餐厅，这一个大家庭，让我度过了我家庭里面的难关。谢谢你们。以前大家族很好哎。以前大家族呢，少则70-80人呢，多则好几百人呢，谁照顾这个孩子啊？几百个长辈呢，这么多长辈教育这个孩子哦。所以现在很多单亲，很多隔代教养啊，孩子都缺乏关心。我上个礼拜刚好到这个社区去啊，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那个社区的主委啊，我在那里跟他谈话差不多1.5个小时啊，他们里面安亲班的孩子有197个，结果每一个孩子走过来啊，那个主委哦，住这个社区的主委叫出了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让我非常吃惊。每个孩子他都叫得出来，而且那个眼神都像看到自己孩子一样的关爱跟喜悦。还有突然来了一个187公分的小孩，我一看到他说你有没有190，然后那个主委说187，然后呢等那个孩子他摸摸那个孩子的头啊，他走了以后呢，他小声给我讲，这个孩子10年前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看这个孩子的情况啊，他如数家珍，他跟这些孩子都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你看两个老师的爱心啊，带动了他整个社区的长者胸怀特别大。哇，福地福人居哦，整个社区的善心都带动起来了哦。孩子一回到这里啊，都有很好的爱护跟安全感。大家希不希望自己的社区是这样？学校又教弟子规，社区又教整个伦理道德，那这个孩子就会转变得越来越好了。好，社区谁来做啊？自己啊，其实人都有善心，你无私付出的时候啊，慢慢的日久见人心啊，他们的善心就被唤醒了。好，所以那个主委讲的很有意思啊。他说当初反对最严重的那些妈妈，
因为怕这个安亲班进来会吵到社区哦。我后来了解了，支持了。他说反对最严重的呢，最后都是啊，一大早就去帮忙摘菜的。所以大家注意哦，越反对的人哦，以后可能是最投入的人哦。啊，闽南话有说哦，嫌悔开始被买回人哦。哦，你看那个买东西，哎呀，这个哪里不好，那个哪里不好，他挑的越厉害的，可能就是要真的要买的人哦。你不要被他挑一下了，你就不高兴哦。我做好事的，你还给我挑那么多毛病，不要这样哦。啊，他是要试试你是不是真心哦，你是真心的，他就支持你哦。啊，所以物理告诉我们了，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一样的哦。越反对的人一转过来哦，就是很支持的人哦。啊，看你会不会借力使力哦。好好的哦，所以这一些社会的情况啊，我们也不要去指责了哦。那陪伴，假如你真的忙到没有办法陪孩子了，钱宁可不赚，真正要扭转家庭的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人真懂道理啊，该是你的钱啊，跑都跑不掉啦。你假如为了赚钱而忽略了教育孩子，你的人生就全盘皆输了。孩子教不好了，你以后有钱干嘛？有钱每天害怕孩子来要你的钱了啦。人算不如天算。我的姐姐啊，我常跟她沟通这些教育孩子的观念呢，后来她怀孕到后期就辞掉工作了。结果她不工作啊，她婆婆还很紧张，就常常就我帮你带孩子啦，你去工作啦。啊，不过呢，她也委婉的跟婆婆讲，还是坚持下来了。请问大家，妈妈把孩子教好了，健康省了多少钱？成绩省了多少钱？健康的人格省了多少钱？哎呦，这些东西钱买得到吗？买不到哦。哦，所以最珍贵的东西哦，都不是用钱买得到的哦。啊，对不起哦，刚刚那个江校长有没有版权呢？啊，用了。哦，这个是一个角度，让我们去思考，因为我们给孩子的健全的人格，那是影响他一辈子的，那是钱买不到的。而我的这个姐夫啊，越赚越多，所以我姐姐是我们三个姐弟哦最有钱的，虽然她不工作。哦，该是她的还是她的哦。为什么？一个人有没有财富啊，是看他修的福报。我姐姐很慷慨，有钱就送。哦，那个时候呢，她有钱了，啊，她说我要家庭主妇花不了钱，拿钱让我去印《论语》、印《孟子》，让我去印书。结果有一次去百货公，去那个大商场，哦，现在都有那些什么家乐福那些商场，刚好那个商场举办抽奖，啊，她就写了一张单子，过没几天打电话来。您抽到特奖一台汽车，啊，我姐开一台汽车回来。哦，所以啊，人要理得心安呐，啊，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啦，啊，所份安命啊，尽本分啊，后福无穷。好，下一个问题呢？请问老师如何看待愚孝？母亲爱唠叨又不讲理，学生屡劝不听，常为了息事宁人而顺从他，搅到自己很辛苦。学生曾因为母亲与丈夫不和，
不干涉管教孩子的方法，又爱管事，而一度患上忧郁症，我该如何做？这算是愚孝吗？哦，学生曾因为母亲和丈夫不和啊，干涉管教孩子的方法。哦，那可能是母亲忧郁症吧。对不起哦，我的智慧不够啊，对，没有判断出来。好，不管是妈妈得忧郁症还是我们得忧郁症哈，都可以解决啊，只要我们有信心去解决哈。好啊，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啊，还是跟刚刚谈的有相关哈。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心态要对，要理智去应对它啊，因为事情啊，要不是越来越严重，要不是慢慢改善。而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呢，是不是愚孝？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用理智啊，去孝顺父母。弟子规当中呢，也给我们提到了，亲有过，见是根，所以我们老祖宗的孝啊，是不提倡愚孝的，啊，要劝导父母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个重点，面对孩子呢，要教化；面对同辈的夫妻兄弟姐妹啊，要劝化；面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啊，要感化。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你跟他讲话跟你跟小朋友讲话一样，他受不受得了？受不了啊，你把我当你的小学生啊。所以对父母讲话呢，一定要恭敬，调剂人情啊。你能顾及到他的感受。所以为什么叫孝顺？孝顺那个顺啊，就是能够顾及他的情绪，不要跟他整个冲突起来。调剂啊人情，接着才好啊发明事理。这个调剂人情就是让他能接受，我们对父母讲话他能不能接受，我们对另一半讲话他能不能接受。他能接受了，他能感觉到你是为他好，接着那些道理他才听得进去。假如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教训他，他后面事理就听不进去了。好。好，所以我们在面对啊这个成人的问题呢，耐性很重要。心里啊不能常常记着妈妈呢，记着这些身边亲人的不是。你记这些东西啊，情绪很容易上来，而且啊，对方可以感觉到你对他有看法，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把有色的眼镜拿掉。哦，都是坚信啊，
身边的人呢，人之初性本善呢，啊，一定啊可以越来越好，啊，用这样的心啊去对待。好，啊，当然另外一个重点还我们还是重复哈，啊，就是不管母亲唠叨不讲理这些事，你都不要放在心上。然后母亲好的你就去感恩他，哎，人很奇怪哦，他不好的你都不说，他好的你都说，慢慢他会觉得我应该做得更好，你看我这些不好，我女儿啊我先生都不放在心上，我才做这么一点好，他就这么感激，这么肯定，他就往这个方向一直做了嘛，循循善诱。好，接着呢，母亲跟丈夫不和啊，我们还是要第一个，他们的观念有哪些不对啊，你要劝导。再来呢，只要是家里人不和了，你要当和事佬。哦，你不要在那里传话哦，把那些会对立冲突的哈，哦，你说我这个人很正直，很老实啊，讲什么我就给他传什么。那个就是还没开窍，学呆了就不好了啊。好，所以啊，好的都赶快传，不好的从你这里生就消音了。甚至于什么呢？本来太太，比方说妈妈生日了，这个儿子就买礼物，然后呢送给妈妈，然后说妈，媳妇买的。然后你就跟你太太讲，哎，我带你买个东西送给妈了。你说这桥梁啊，慢慢去化解，多用点心哈。好，下一个问题呢，弟子发现自己似乎没有进步。昨天上课时突然领悟到自己少了一颗恭敬心，虽然时时听到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可是自己还是没有一颗沉静的心，于是我开始思考怎么才有一颗恭敬心去对待一切人事物，我还是做不到，所以请老师谈一下。好，谢谢。怎么提升对人事物的恭敬心呢？弟子规啊，每一句都是提升对人事物的恭敬心。父母呼恭敬谁啊？父母啊。哦，朝起早夜眠迟恭敬什么？恭敬时间啊，恭敬自己的生命啊。啊，陈闭冠坚漱口恭敬什么？恭敬自己的身体也恭敬别人啊，是吧，你身体不干净了不也不恭敬别人了吗？啊，都是恭敬哦。啊，包含其实你看我们，哎，今天我们孙校长啊，孙副校长有提到啊，孩子成绩为什么会好，因为他们心态变了，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孩子假如求学问的态度对了，他成绩怎么可能不好？那请问大家，《弟子规》哪一句话是教学习的态度？哈喽，哦，你们都给学生考试哦。现在被我将一军哦，变成我给你们考试哦。哦，你看那个我们在学校教书啊，那个小朋友在底下来踊跃发言，那小朋友都不举手，哦，然后我们说赶紧举手，结果后来呢我们去研习课程，哦，我们自己坐在底下了，啊，上面的教授在那里赶紧踊跃发言，我们也都不举手。哦，所以我们都叫孩子要举手，而，啊，我们自己呢，哦，
我们看《弟子规》当中告诉我们，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孩子的态度假如学一句就做一句，你说他不会进步吗？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这个孩子的专注一形成，他的学习会不好吗？方读此勿慕彼，都是教专注啊。心有疑随杂记，这个孩子假如形成，他一听不懂他记下来，一下课，老师这个问题请教你。我们当过老师的人呢，学生一问问题啊，最高兴啊，哦，每一次下完课看没人来啊，很伤心啊。哦，他肯学啊，下完课都把他留下来啊，单独教他。所以他这一些态度一习惯了，他这一辈子都受益。他还懂得宽为限，谨用功，他读书还会做计划，功夫到自色通。包含见人善即思齐，他还能去请教那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而且他还有一个根本孝的动力，亲所好力为具。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那成绩这么不好啊，父母觉得很难受啊，就不孝了。所以他有弟子规这些心态，他的成绩啊就不用人家去推了。我们从根本把孩子的成绩跟德行把他拉起来，这一些态度形成呢，这个孩子铁定大学毕业没有问题了，是不？你们又没反应了。我们都没形成这些态度了，大学都毕业了呢，是不是？我们都还临时抱佛脚嘞。假如这些都做到了，那他读博士没有问题了，是不？好。我们就怕呢，没有看到孩子这个心态啊，他一考完大学啊，就把那个书包啊，从四楼、三楼就丢下来了，那样的孩子才危险啊。他文凭一拿到就不读书了，反而他学习心态对了，一辈子都在学，活到老，学到老，他健康啊。好。那这个是说弟子规你去落实都是在提升恭敬心。那我建议大家呢，您假如可以透过每一天这些礼节也能提升你的恭敬心，你做一天没感觉，做一年你就很深刻。比方每一次呢要读经典，站起来啊，三鞠躬，然后观想孔子来了，观想圣贤人到你面前，那你恭敬心一定有。或者呢，你就啊点香，代表恭敬啊，老祖宗圣贤啊，你用香啊供养他们，啊虚心领受他们的教诲。哎，你能这样去学啊，确实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下一个问题呢，为什么蔡老师去澳洲向洋人学中华文化？感谢这位朋友这么关心我哈。学 English 应向他们拜师，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不是在中国吗？我到澳洲去啊，是跟我的师长释净空老教授学习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在新加坡啊团结九大宗教，澳洲是多种族多宗教的地方，特别佩服老人家，就请他到那边呢，成为他们的永久公民，然后还请教老人家怎么化解世界的冲突，这些昆士兰大学啊，克里菲斯大学都聘老人家为荣誉教授，我是刚好那个时候啊，去向他学习传统文化。
第九个问题呢，用餐后要丢的垃圾啊，垃圾为什么要浪费时间折得那么美呢？哎呀，不得了啊！这些发问的老师们呢，以后一定啊，学问会非常好。为什么？实事求是，有不懂的就问，怕的就是不懂都装懂。所以这个孔子啊，对子路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好，因为啊，你只要有怀疑，不搞清楚啊，那个怀疑就会闷在心里。好，那你闷在心里好像听什么东西啊，是这样吗？是那样吗？都会打问啊。哦，所以真诚恭敬的心啊，是心上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啊，才能真诚恭敬。所以有就问。好，你们呢，也不要顾及我的面子。哇，待会把这个蔡老师问倒了，他会不会跟我翻脸？哦，你们要对我有基本的信任。哦，因为呢，我们刚好这几年呢，最可贵的啊，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我们不懂呢，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互相请教。啊，再来呢，真的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我可以请教我的师长。所以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我师长教学今年52年，还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很有靠山，放马过来。哦，而且我们说实在的，一个人问我们问题，我们回答不出来，当下的态度就是在教育孩子。你讲那个时候是哎呀很没面子，这个那个，你不如啊，对不起，我刚好不知道。哦，你很坦诚啊，孩子也在学啊，但是呢，我一定帮你问清楚。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又不是说一定有问必答才叫教孩子，任何时候心态对了，就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了。这个垃圾为什么要折得这么漂亮？啊，因为啊，它折起来之后啊，这个才不占体积。哦，哎，才不占体积啊，然后这个也好收拾。哦，这个其实也有环保概念呢，在里面呢。哦，好。然后这个我们把垃圾都能够把它弄小啊。其实也是给这些收垃圾的人方便，哦，这个都有替人着想，哦，然后他后面的工作也会比较好做，哦，好，所以一个人的仁爱心啊在哪里呢？哦，所以孔子讲仁远乎哉，仁慈的大道离我们远不远？我欲人施仁至矣，我只要这一念为人想，仁慈的大道就现在我的面前了。而这个仁慈却是在每一个细节当中。哎，今天我们这些校长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仁慈的大道啊？哦，我们看到新加坡一位长者啊，在我们赖老师分享的时候，他马上啊，好像连心一样啊，知道他的需要，赶紧上来护着他。可能很多人还误会啊，可能那就是他妈。啊，我那是来自不同国度啊，完全不认识的人啊。哦，所以你看那个仁慈啊，就当场就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学习了。啊，曾经，哦，刚刚这个问题呢，也告诉我们，
连面对垃圾都是恭敬。你不把它折好，你看那个垃圾放到垃圾桶里面很杂乱。哇，你看人连这么细的地方都希望它很整齐。这样的心呢，那个学问就很高啦。你假如身边的所有的东西给你一碰的通通是乱七八糟啊，那个就心啊就无形当中在退步了。好，曾经听说过啊，这个世界的天灾灾难是因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有些人却说是人祸。那么请问世界末日之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谢谢哈。这个世界末日啊，从这几十年啊，很多在谈，预言家在谈，经典里面呢也有这么一说。比方说1999年的时候啊，就有很多说法都说1999是世界末日。但1999已经过了11年了，有没有世界末日？有啦。但是呢，它是动的，它不是不变的。为什么它会变？因为人心在变。所以1999年呢，很多人呢都觉得是世界末日啊，然后一直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祝福啊，祈祷啊，有些人不睡觉啊，在那里祝福这个世界化解灾难啊。哎，结果1999年度过了。然后有一些人就说啊，没有世界末日，继续做坏事。那他灾难又要来了。所以大家注意看哦，最近这几年的灾难频率越来越高。哇，那09年吓死人了。各地的水灾、旱灾，那个东非的旱灾啊，胜过历代非洲发生的战争的惨烈，死亡人数太多，还有火灾，世界各地的森林都烧起来了，因为没下雨。所以，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人不能乱发脾气哦。人心一发脾气哦，地球的温度就上升了。嗔恨的心啊，火气感火灾啊，贪心感水灾啊。大家注意去看哦，水灾特别厉害的，就特别贪财的地方。人心不平的地方容易感地震，愚痴的地方啊，容易感风灾。所以为什么叫福地福人居哦？这马来西亚的华人很可贵在哪？尽心尽力护念自己民族文化的沉船，那些华小啊、独中啊，都是华人掏腰包出来的钱啊。大家想一想哦，他那个念头是为整个民族文化呢，你说他福报大不大？你看哦，这两年呢，好多地方哦，气温都40几度哦，45度都有哦。马来西亚的气温哦，都很正常哦。哦，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从这些现象当中看到真相哦。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这几天的天气特别好哦，大家的善心哦，感应很强哦。哦，这么巧，都下雨，让你们这么凉快哦。前两天都下雨哦，而且那个月亮还，我到马来西亚来还没看过这么亮的月亮哦，托你们的福呢。好，哦，所以有没有世界末日，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啊，这么多人至诚的祝福这个社会。恢复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人心，我们相信啊，世界末日是不会来，世界大同啊越来越近了。
好。好，下一个问题呢，请问弟子规如何风行到马来西亚的学校，如何推广啊？这个问题啊，事实上我们张校长、黄老师啊、吴校长啊、曾老师啊，也这个都是实际在我们马来西亚做的啊，大家可以在啊上网啊去看看啊这些老师讲课的啊他整个提纲啊，再回忆一下。而这个马来西亚的推展呢，是校长职工会在07年呢，他们就抱定决心啊，要连续五年呢，能够把《弟子规》推展到全马的华小984啊。我们佩服校长职工会啊，他们不只做了西马的984所，啊，去年呢还在东马办，哦，也好几百个老师去，甚至文莱的老师们呢，也都是到东马一起参与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也掌声呢，感谢校长职工会啊，这么有使命感哈，承担起一个民族文化沉船的使命。啊，我跟大家保证，校长职工会做的这件事情，会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所以诸位老师，人什么时候在写历史啊？ Right now。 好，诶，念得不标准吗？好，学习传统文化一定要穿传统的服装吗？这么有水平的问题，是吧？人把这些这么细微的东西通通搞清楚了，他就一缕平川去做了。哦，当然我们思考任何问题啊，要回到问题的根本。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哦，穿衣服他要保暖，他要遮丑。啊，请问这个在经书当中有没有说穿衣服是要告诉别人我身材很好？有没有？没有。只要经典没说的哈，大家就要注意思考，不然会随波逐流。你不要说啊，现在都是这么说啊。哎，当老师的人是有智慧的哦。任何事情要看判断的明白。请问大家，我身材很美啊，美是什么？美是能让人升起庄重，升起尊重你，叫美哦。他打从心里尊重你，那很美哦，是不是？好，那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好，一个女子啊，穿得很少，那个男孩子一直看她，请问这个男人升起了什么？美吗？我看到这种男人的眼睛我都想吐。是吧？所以大家思考问题要从本质思考啊，不要被这个时代给误导啦。大家冷静下来看呢，我在马来西亚常常看到呢，五六十岁以上的女士啊，长辈，我一看到他们都非常尊重他们。你看他们的衣装啊，非常的整齐，然后很有那种端庄啊，涵养。所以一看到他们呢，那种对女子的那种恭敬啊，就提起来了。而且您看到他的那个脸上，就觉得他脸上有为整个家庭付出的风霜。所以我是很会欣赏女人的。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下一次举办培训营可否
允许参加者带孩子一起来参加，一来可以解决找人带孩子的问题。哎呀，不得了啊！老师们都已经深谋远虑啊，都考虑这么远的事情啊。我们明年办讲座啊，我们这个月啊就做好明年的整个年度计划啊，所以大家以后啊，这个可以了解我们明年要办的课程啊，到时候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好，常回家看看啊。那当然哈，能不能带孩子来啊，得大家决定，不是我决定了，不是我们中心决定了。为什么呢？有多少力量啊，就可以做多少事情啊。所以到时候办课程的时候呢，诸位老师啊一起来协助啊，我们人手够了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想法太好了。孩子跟父母一起学，这是最最最美好的缘分状态嘛。啊，但是也希望呢大家共襄盛举。啊，这是啊我们共同啊中华民族的儿女共同的责任，共同的使命。还有两叠。啊，这两叠呢，我们呢再找时间呢回答。啊，回答完之后呢，我们会登在我们的网站。因为呢，假如这个问题没回答，造成你回去吃不下饭，那我就不仁慈了。啊，回答好了会挂上去，啊，再通知啊诸位老师们的学校啊，大家再一起啊去切磋。至于说回答的您不是很满意啊，也欢迎您打电话来给我们指教，啊，我们再继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好，谢谢大家。